整点新闻，我是詹舒涵，要带您来看到新竹一辆公车停等红灯的时候，后方的轿车驾驶突然间手拿开山刀，朝着公车的驾驶座门窗挥砍，而且不断的大声叫骂。事后调阅了监视器，好像是因为他超车不成，才会做出了暴走举动。停等红灯，后方白车驾驶却突然下车冲到公车旁边，手上还拿着一把超长的开山刀，直接往驾驶座的车窗大力挥砍，吓坏所有人。就那个年轻人就停下车来了，他说你发什么啦，然后就拿着那个棍子就敲到车。不止车上乘客吓坏，附近居民听到声响也赶紧跑出来看，协助报案。事发地点就在新竹竹北市公所附近。一号上午11点多，一辆公车行驶过程中，后方紧跟着的白色小客车，一下压到双黄线，一下切到最外侧，疑似是想要超车，但试了2-3次都没有成功。等到停红灯时，驾驶气的下车理论，手上还拿着一把开山刀。后方民众看到赶紧录影存证，车上乘客也赶快站起来查看，而驾驶当下马上往内缩，幸好没有受伤，后续也报警处理。本所随即调阅路口监视器，查出作案车辆，并锁定相关犯嫌。警方循线追查，找到这名22岁的郑姓犯嫌，以恐吓毁损公共危险罪送办。现在社会没有办法了，行为太粗鲁了，对不对？大家和气就好了啊。据了解，这名男子经常闹事，进出派出所多次，这次拿刀差点砍伤人，公车司机也决定要提告。TVBS 新闻陈世明、蓝婷新竹采访报道。彰化无照的黑牌保姆邱姓女子，她以低价来收托幼儿，却是和男朋友一起对孩童施虐，有4名孩童都受害，甚至有4岁的男童，他的生殖器是受伤的，脚背也被烫伤了。一审判决出炉，黄男遭判的是2年6个月，邱女呢，总共是被判了1年11个月徒刑。对此，外界就质疑说，真的判太轻。涉嫌虐待幼童的是28岁的邱姓女子和男友33岁的黄姓男子。邱姓女子没有保姆执照，2021年以低价为诱因收托照顾，被揭发施虐之后，幼童受伤的照片让人看得心疼，其中还有4岁男童生殖器也受伤。前方求处重刑，一审判决出炉了。没有执照的保姆跟同居男友，那共同受托照顾幼童，并且涉嫌去伤害幼童，法官合议庭审理的结果呢，依照过失伤害以及成年人故意对儿童犯伤害等罪，黄姓男子判刑2年6个月，邱姓女子处4个月、2个月、1年5个月徒刑，可依法向检方申请役服劳役。受害的4名幼童，4岁男童双脚足背被高温液体烫伤，生殖器还有淤青擦挫伤。4岁的女童双手腕因为胶带绑住红肿，1岁多的男童后脑勺淤青是疏忽摔落地板，还有2岁男童背部大面积淤伤是被殴打的。你像我咧内堂啊，比较严重，对吧？那结病判判迄2-3年，然后伊阁判10年也无效。判决出来都比这些吼伤害的啦、打人的啊还要再轻。人的伤势对比加害者的判刑，民众觉得太轻了。律师看过判决之后表示，从伤害的情况可以看出，不是同一次的加害行为，应该一罪一罚。因为这个儿童他在阴茎干环状淤青以及脚背烫伤的部分是属于不同的行为态样，应该分别以一罪一罚处理，视为妥当。幼童没有自我保护能力，处于弱势，无照黑牌保姆违规收托，还把孩子打伤，而且有4人受害，也因此外界质疑加害者被轻判了。 TBS 新闻陈志忠、吴淑平彰化报道。上个月北部跟中部分别有法官以及书记官死亡，司法人员工作超时的这个问题也浮上了台面。今天立法院举行了公听会，要讨论能否简化侦查以及审判诉讼的程序。4月份是司法界最痛心的一天，北部一名法官跟中部一名书记官接连身亡，掀起司法人员过劳问题。立法院上午举行公听会，要讨论简化侦查跟审判诉讼程序到底有没有解。我们可以去让很多的调解程序，尤其是强制调解程序或简易程序或者家事调解，那这些我们都希望可以去运用这些这个
不要这么轻易的就让案子进入审判当中。可是在这个前提，其实如何去增加我们必要的这些记录人，还是希望是最放在最重要优先的一个位置。他是曾审判过小灯泡案件的法官谢进慧，人力短缺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司法考试门槛高，录取率低。对比每年有300多万案件进入法院，人力增补赶不上新案件的速度。包括法官，还有书记官，还有我们之前的这个新北案发生之后的少年调查保护官，那你想，如果一个保护官光保护管束就要90个孩子在他手上，那又要做调查，那这样子是没有办法能够做好，既调查又兼要保护每个孩子的这样一个重要的社会的责任。尤其这几年诈骗案件爆炸性增长，诈骗集团手法进化，光查金流跟传证人耗时耗力，检察官首当其冲。我们法务部也有成立一个合理化检察官工作负担的研议小组啊，譬如我们现在管考啊要加以松绑啊，让检察官更有充裕的时间呐来处理案件。法官、书记官要求有健康工作环境，也是不希望超时超量的负担，进而影响到司法的公信力。TVBS 新闻陈彦仁、吴雅特别报道。好，最近天气变化真的不小，像今天天气比较湿润，只不过明天开始好像有转变了。更多资讯要请教宣统。好，谢谢舒涵。封面通过之后水汽还是蛮多的，但是降雨热区主要集中在北部还有东半部，这是因为东北季风依旧比较强，但是中南部地区则是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今天各地呢，透过雷达回波图你可以看到一点一点的，其实都还是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雨，但是这雨量其实不是特别多，实雨量都在3到5毫米左右。但是以累计雨量来看的话，在基隆今天早上确实有下到33毫米，算是短延时的强降雨，一下子就过去了。那么在今天晚上之后呢，水汽会更少，你看到一片白茫茫的，最主要是因为热力作用都消散了，所以晚上的水汽会更少。而到明天的白天呢，降雨则依旧是以东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为主。而在未来几天，水汽一天会比一天再更少一些，在礼拜五、礼拜六、礼拜日，它都会是一个雨水少的一个状态。最主要就是因为开始吹东北风，东半部的东风还有东南风，所以在迎风面地区有短暂的阵雨。而至于在西半部地区，你看到还有一些蓝色的区块，这些主要都是以午后阵雨为主，这雨量也都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到了下礼拜一开始呢，有下一道锋面又要通过台湾的北部海面，所以整个中部以北又会变得比较不稳定。而在中南部地区则是以午后阵雨为主，而这几天你会发现这温度呢普遍是偏低的，像是在北部地区高温也不过就只有21到23度左右，但是呢从明天开始温度一天会比一天热，甚至到礼拜日的时候北部高温都会来到32度以上。昨天首播的梅雨封面是报道了嘉义地区，从前天深夜到昨天上午风大雨也大，是否已经让水库解渴呢？请教玄统。好，确实哦，5、6月的时候本来就是台湾的梅雨季，而到了7月的时候也是台湾的台风季，但是呢这个水汽一天会比一天还要来得再更多。而在昨天梅雨季的第一道封面，实际上它一点都不典型，因为它移动的速度很快，只有在一天左右的时间，但是呢依旧为台中和平捎来这里来到了累计雨量100毫米，而这100毫米的雨量确实也都下到了集水区里头去，所以像是在德基水库的水呢，势必可以再供应台中人再多几天都不是个问题。而现在我们也看到了，在昨天呢凌晨封面通过的时候带来了一大波的雷雨带，所以在整个中南部地区水汽是非常的多之外呢，还带来了强风，像是在嘉义气象站甚至一度测得在阵风有来到了6级以上。再来我们看到是水库的集水区，在仁义潭水库还有在蓝潭水库分别上涨到25.3还有49.5，总进账呢是来到了1000万吨，一下子就让他们的水情灯号恢复到正常。只不过他们之后呢，其实需水还是每天都要来到30万吨，但是这两个水库没有办法，他们只能供应10到13万吨，而另外就是要靠乌山头水库、还有曾文水库、湖山水库来补足这另外剩下的17到20万吨。但是呢，未来几天雨水会越来越多，势必集水区的水也会能有所补足。好，谢谢宣彤带给我们的气象资讯了。而接着我们就看到大陆近日天气也是持续不稳定当中，贵州到江南还有华南地区降雨量是增加的，广东呢因为严重的积水，所以水直接从公车的底部漫进了公车内部。回归下，山坡开始有些泥土石块崩落，没多久整片山坡连同上方的部分建筑地基坍塌，激起了滚滚烟尘，伴随着众人发出惊呼声。
州剑河县，由于局部地区雨量达到130毫米以上，酿成了这一起意外。上头的砖木结构建筑毁损，直接经济损失30多万人民币。幸好民众已经提前转移，没有人员伤亡。风雨交加之下，一阵大风把路边摊的桌椅吹飞，差点砸到人。积水则从公车底部灌入。广东珠海遭受大雷雨、大风和冰雹的袭击，不少车辆行驶途中不得不先停在桥下避险。有一些那种简易的工棚啊，这种工地的，它各个区会去组织采取一些措施，短时间会有一些，但是后续马上就经过疏导啊，然后恢复了。广东汕尾车站月台的狂风暴雨，就算乘客抱着柱子稳住身体，也忍不住发出惊呼声，因为风力实在太大，行李箱直接被吹跑。不少民众看了影片称，隔着荧幕都能感受到风雨的威力。镜头转到广西，雷雨、大风、冰雹让广西的房屋受损，交通中断，屋顶被砸成蜂窝，广西气象部门将雷雨和强风预警升级为第二级，预计风雨还会持续到4号。 TVB 新闻郑胜伟、陈向如综合报道。乐团五月天的香港演出在昨天发生了道具起火的事故，而当天晚上演唱会只好取消了，传出有不少歌迷人都已经到当地却扑空，那么后续赔偿也引发讨论。而在第二日中午，有粉丝就拍摄到这次舞台其中一个投影大球屏幕着火的片段。悬挂在高空中的 LED 球体道具不止起火，还冒出浓烟，相关人员上了云梯车，赶紧用灭火器扑灭。五月天到香港开唱，没想到第一场结束就有故障意外，原定一号当天有演出，但考量安全紧急喊卡。为了确保观众、工作人员和艺人安全，原定的演出延期到今个月九号。庆幸突发没有酿成更大意外，但免不了的有部分歌迷扑空。失望咯，冇办法嘅，但系咁佢入边机件故障啊嘛，咁我今日都请好假嚟咯，咁九号唔知请唔请到假。其实有点遗憾吧，因为如果说他早一点的话就还好，因为就是临开是两个小时前嘛，就大家都已经过来了。确实，除了失望，还衍生出金钱成本。正当大家着急该找谁补偿，歌迷的声音阿信听到了。首先，他谢谢有歌迷愿意主动协助换票，体谅外地的舞迷。另外，退款补偿措施经过连夜讨论也出炉，除了可以到现场填退票单，外地歌迷如果能提供住宿、机票证明，这些都可以额外申请补贴。同时，也开放线上退款。天灾无情，人间有爱，一切安全至上。30号首场演出让不少人难忘。据传，这回演出之所以取消，可能也是考量先前 Mirror 舞台砸落事件，因此当局更加重视安危。记者选中选上不去，他不到。花莲强震之后，县府拆除围楼，富凯饭店8天内就拆完了，蓝天丽池饭店呢也即将要开拆。那么相关的进度还有规划，要请宣统来说明。好，谢谢舒涵。403地震发生到现在，其实已经快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了。而现在主震加余震呢，也让不少的建筑物因此而倒塌。而以目前4月23号凌晨震倒的这个富凯大饭店，在隔天的时候晚间就安排了拆除，总共花了8天左右的时间把它移为了平地。现在正在做最后的清理，还有刨除重整铺路的状态，预计在5号之前就能恢复通行。而在它附近的中正路上的蓝天丽池，这个楼高12层的建筑物也即将要开始拆除作业，预计将花3周左右的时间可以把它完全的做拆除。而从403地震发生到现在呢，其实待拆还有待补偿的案件数，我们看到在红单有65户，黄单有62户，其中需要拆除的建物有15件，已经拆除的来到了10件，目前4件正在拆除当中，1件在排拆。这一件呢，也就是吉安的麦当劳，预计在这一周就会进场来进行保护工程。我们要特别提醒的是，在台湾呢，本来就处在一个地震的火环带上，所以在整个东半部地区，除了东部地震是频传的之外，其实余震现在有逐渐在减缓当中，震度也在逐渐的减弱。但是呢，西部半地震带它相对人稠是比较多的，人的密度是来的比较多的。我们要特别提醒的是，除了一般民众的地震观念之外呢，还要做好防震措施，才不会有其他的灾害传出。舒涵。
好，确实防灾的准备真的不可少哦。所以看到的是天候多变之下，很怕的是余震不断。高山医学医师呢就示警说，登山的危险度是大增的，所以就呼吁十月份之前都不要去攀登高山。0403强震之后，花莲美景不复存在，像是山区原本是壮丽的山景，现在都出现了土石坍塌。除了太鲁阁国家公园，像是雪霸或是玉山三大高山型的国家公园，现在都呼吁游客不要登山。主震加余震，一个月内就累计1300多起。近期天气状况不稳定，山区碰上暴雨，更酿成土石流，应力作用，震央不断变化。像周二下午5:35，这起瑞士规模4.4的地震是极浅层，震央就在花莲万荣乡，最大震度花莲有4级，震央就在中央山脉。高山医学医师王世豪说，这是最不想看到的状况。所以这个时候地层比较不稳定，那这时候进入到雨季之后，那可想而知，就是整个山区的崩塌的机会就会更大。山岳协会统计，目前协会已知的9个高山团，已经有7团确定取消，只剩2团继续前往。目前我所知道的应该有8-9成有了，还有几个我所知道有他还是要上去的，可能就是像合欢山这个区块，还有目前有2个队伍他会上去。我有问过了太管处，他说基本上这个部分是还 OK 的。但强震后登山仍有风险，近6个月内尤其在花莲山区最好都不要前往。基本上在太管处所属的部分，像中横附近的其他东林啦、花莲这一带的啦，尽量少去。专案提醒，等待余震不再这么频繁时再前往，才能防止山难发生，除了避免危险之余，也能减少浪费社会资源。台北新闻新闻组曹瑞仁台北采访报道。针对来自了公立图书馆 IP 的网络攻击，国民党立委徐小新本来是扬言要提告，但他现在改变心意，说是不告了。他说他选择尊重言论自由。雨碧看到立委徐小新，傅昆萁双手紧握帮他打气，但这回没再被哭倒怀里，全部都在骂徐巧芯，可能我太受欢迎，而且题目都一样，你是在当红炸子鸡啊！谢谢，巧芯加油，谢谢，不要怕。毕竟外界对他的网络攻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甚至还发现 IP 多来自彰化社头图书管理，让他气到说要提告反击。不过几个小时之后，徐巧芯突然宣布不告了。那因为原本是以为是有公务员使用了这个公务员的电脑，彰化县政府帮我做了这些确认，那这两者都不是。透过县府追查发现 PTT 上的恶意发言，真的只是一般民众所为。政治人物接受批评是可受公平之事，尤其我也不想要像苗泽东那样说自己不像苗博雅，人家想怎么讲就让他讲。但就大姑涉灾案，徐小新先前公布剪辑后的录音档，要证明大姑是被欺负的那方，却被林育伦妻子反呛。那熟悉猫咪背景就是自己跟丈夫的对话框，哪有这么巧的事情啊？质疑徐小新的音档来自刘妈妈。我所收到的音档并不来自于林妻，也不来自于我的婆婆，这样子的猜想我也不怪她。选择原谅不回向，但如今网络上也流传一张周楚竹山害恶搞梗图，把尊者的角色换成总统蔡英文，却被刑事局扬言追查。蓝营立委说放马来吧，干脆就直接po上这个图啊。那我就想说，如果刑事局要办就来办我吧。我想这个部分你可以询问刑事局。好，谢谢。不过刑事局也随即改口，没有具体犯罪事实，不再追究。 TVBS 刘立成周主席会台报道。国民党立委罗志强质询 NCC 主委陈耀祥，他直接要求他下台。这个影片被 po 上网之后，引发网友热议。主委，今天质询你，我只问一个问题就好，你知道问什么问题吗？不知道。对，我就只问你这个问题，你可以下台了，下台。国民党立委罗志强开口质询，第一句话就把 NCC 主委轰下台，只见陈耀祥被骂得一头雾水。我质询完了，你以为已经质询完了，下去了，结束了。我们可以就是时间暂停，他不下去就不用停了。这段质询影片被 po 上社群平台，引发哗然。网友很酸，罗志强优秀质询，要让全世界看一看。为什么要质询一个已经是连这个进电视调阅都要随拒绝调阅资料的一个 NCC 主委，质询他没有任何意义啊。
罗志祥态度强硬，说自己不满 NCC 不提供静电视案资料给立院调阅小组。此外，蓝白齐轰的还有 NCC 人士。民众党立委黄国昌爆料，总统蔡英文日前亲口跟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说，接下来四名 NCC 委员，国民党两席，民众党一席，民进党一席。但黄国昌人明明不在现场，怎么会了解内部情况？是不是柯文哲主席跟您说里面会面的情况？谢谢。我在信传媒接受访问的时候怎么说的？这些全部都是在总统府突然莫名其妙累隔了一个多月以后跳出来突然说没有。对此，总统府回应 NCC 提名作业，蔡总统与赖副总统充分沟通，并依程序提出合适人选送交立法院。有关总统与柯主席会面的实际情形，黄委员并未参与，言论也并非事实。他有找你求那个 NCC 人事案吗？我们有谈到 NCC， 但是没有讲到人事细节。从 NCC 人事扯到蔡总统，不过柯文哲这口径似乎和自家人都不拢。TVBS 新闻吴可言全体台北总报道。民众党党主席柯文哲在台北市长任内争议案，包括了北市科地上权标案以及金华城融接率，现在都被指有图利特定的业者之嫌。而现在台北地检署接到了民众告发，今天是分他字案来调查，而柯文哲已经被列为了被告。会觉得说被政治追杀，赶着开会匆匆走近，没回应。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在台北市长任内三大案，包括北市科地上权招商、金华城容积案，都被质疑图利厂商。现在还因为有民众告发，北检二号依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分他字案侦办，将柯文哲列为被告，后续将指挥廉政署搜证。那如果真相水落石出，也要还给当事人一个清白。我们也希望在市北科、在金华城的案子里面，不要出现相对应的政治办案的问题。我们也呼吁有部分的议员不要把自己当检察官，不要用这种片段式的抹黑。既然这样，就待检方调查。民众党要蓝绿议员别再做文章，其中一项就包括针对北市科招商会议，元大人寿声明和北市府的会议记录大相径庭。因为元大先是否认曾参与北市科相关会议，再表示当天是四点到市府大楼讨论内湖数位创新中心 BOT 案。不过当时与会时任产发局主任许建辉说，当时确实在下午两点召开会议，内容也都是以北市科为主，说法都不拢。就是要厘清事实，调查真相，所以我们都已请政风来进行调查。双方各说各话，除了检调以及北市府政风处开查，还有议会调查小组，蓝绿议员更喊要约谈柯文哲。北市科议会的调查委员会预计下周一会第一次的召开，柯文哲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他约谈哦，这实在是绝对尊重议会，他们成立调查小组依照职权进行相关的调查。好，那当然我们也必须依法尊重每一位当事人他的权利。不止蓝绿夹杀，现在也是检方调查对象，种种质疑都要柯文哲自己说明。TVBS 新闻谢宏瑞、杨佩伟、杨昌报道。您现在收看的是 TVBS 新闻。